好，本集的话，我们先将5x^2 减掉7×5的 x 加一次方加上25等于零，这边整理成5的2x^2减掉3，15×5的 x 次方加上25等于零。另外，我们将所求的地方做一下改变，我们先求5的阿尔法加贝塔次方。那5的阿尔法加贝塔次方的话，事实上它等于5的阿尔法次方乘以5的贝塔次方。对这个方程来讲，它刚好是两根之积。两根之积的话，它的公式是 a 分之 c 等于1/25，所以这等于25。25的话是5的平方，所以阿尔法加贝塔等于2。